善良的你掏心掏肺，想看你出丑的人却太多，你自己也不好过，却要替别人的过。把自己的行业做精，碰上困难的时候修复一下自己，不要跟着别人去抱怨，因为别人抱怨的时候其实头脑已经出了问题，应该想办法自己错在哪，我该调整。改变别人很难，改变自己也很难，但是改变自己才有希望。把自己的行业做精。